你看看像不像？简直一模一样！医生，谢谢你。不用谢，你可以出院了。你说你一个外卖员得送多少外卖才能凑钱把自己整容成大明星林宝拉呀？3年前，我明明和林宝拉一样是大明星，值得吗？值得。虽然说林宝拉是现在最新的整容模板，不过整张脸都要整成她这样的，你是第一个。你是她的粉丝吗？对，我是她的黑粉。啊？你讨厌她？那为什么还要整成她的样子？当然是为了取代的。林宝拉，你疯了吗？这么大的事情，你怎么订婚以后才告诉我？这件事情如果让顾总知道了，你们婚事黄了失效，得罪了第一大家族顾家，以后我们林家还有活路吗？爸，我错了，是我年幼无知，去堕了胎，在肚子上留了伤疤。可是我也很后悔啊，你帮我想想办法，帮帮我。行了行了，宝拉心思单纯，她也是受害者，你吵她干什么？眼下当务之急啊，就赶紧替孩子想想办法，怎么把那个顾总给骗过去。这种事情怎么可能有办法呀？妈，顾总今天回国，今晚就到了，我该怎么办啊？赶紧把你眼泪擦擦，我去开门啊。你好，我是送外卖的，这是您点的水果。送外卖的怎么走到这里来？新来的吧，送货走后门，这是正门。夫人，对不起了，赶紧给夫人道歉。对不起。等一下，宝拉，你过来一下。干什么？你抬起头来。你跟我来一下。你叫什么名字？金星星。星星，你愿不愿意做我的替身？替身是什么意思？放心，我不会亏待你的。你做外卖员一天也赚不了300块钱吧？这张支票是300万。只要你做我的替身，陪顾景言睡觉，怀上他的孩子，9个月之后把孩子生下来给我，这300万就是你的。不行不行，小姐，我怎么能冒充你跟顾总睡觉呢？你以为我想？要不是我不行，这种好事能轮得到你？你要是被顾总发现，以顾总的身份和地位，不仅我的命，连我家人的命都保不了了。对不起小姐，这件事我做不到。再加300万，600万。你一辈子都赚不到这么多钱。那要是被发现的话。你放心，我不说你不说。就凭你这张脸，绝对不会让任何人发现。想。真想，连我都差点分不清了。不过你不要因为长得像我，就对顾景言有幻想。小姐，我怎么敢跟您相提并论呢？长得像你是我的荣幸，算你有自知之明。对了，你身上有没有胎记、伤疤或者纹身？没有的。那你把衣服脱了。怎么了，小姐？我当然是要检查了。我要确保你身上没有伤疤，没有纹身，免得你被顾景言记住。放弃了。好了，把衣服穿上吧。这是房卡，我跟顾景言结束之后，今晚就靠你。听着，别耍把戏，每次你回来之后
我都会检查你的身体。你要是敢偷偷做记号让顾总记住你，你就完了。知道了，小姐。林宝拉，你毁了我的一生，不仅不用付出什么代价，还能嫁给首富顾总，这公平吗？我绝对不允许。林宝拉这个人是个小偷，三年前我和他都是小明星，仅仅因为在选最美女演员的投票中我得了第一名，他就烫伤了我的脸。林宝拉，我求你了，我求你了，不要不要。要怪就怪你长了一张脸，我要你当不了演员，我要你顶着这张脸无论走到哪都让人耻笑。后来林宝拉接手了之前和我签合同的电视剧，大红大紫，而我却要顶着这张脸送外卖还违约金的债。我靠，长这么丑来送餐的，看到你都饱了，都饱了，都饱了。我的一生被毁掉了。在想什么呢？在想你啊。做记号就一定会被看见，有些看不见的记号一样能让顾总记住。今天怎么变得这么热情啊？你不喜欢这样吗？喜欢。谢谢你，我先回去了。昨晚太激烈了，链子都给我扯掉了，链子都拽坏了。说，昨晚顾总要了你几次？宝拉，你的包忘拿了。你的包忘拿了。请言，谢谢你。你的脸怎么了？哦，好像是过敏了吧，过一会儿就好了。景言，你有事就先去忙吧，我没事的。那你有事给我打电话。嗯，好。小姐，我们的事情还没完。说，昨天顾总要了你几次？小姐，你别生气。平时在我面前装乖，背后花招一大堆，肯定是你在顾总床上卖弄风骚。下贱！小姐，你误会了。误会？我误会什么了？难不成你是想说顾总喜欢你？顾总都没亲过我，一定是你耍了些什么花招蛊惑顾总。小姐，不是这样的。脖子上这些是什么？还说不是？骚货！你干什么？
妈，你为什么要放这个贱人？宝拉，你疯了！你要是把他打伤了，顾总起疑心怎么办？妈，这个贱人勾引顾少，我要是再不管，他就要爬在我头上了。这能怪谁？要怪就怪你这不争气的肚子。他现在可不是普普通通的女人，你今后也得注意点，听到没？喂，景言。今晚有空吗？有空，当然有空了。好，我让司机去接你。嗯。滚去换衣服，今晚要陪顾景言。你要敢动什么歪心思，被我知道了，饶不了你。把燕窝吃了。夫人，这个太贵重了，我不配。吃吧，你啊，只有调理好身体，才能早日为我们宝拉生下孩子。晚上带你去一个地方。这里是？这里是我的新家。你是第一个到这里的。林宝拉这样恶毒的人，却被顾总这样热烈的爱着，这公平吗？林宝拉根本就不会弹琴，但他为了维持形象，一直谎称自己会。景言，我弹一首歌送给你吧。怎么了？是我弹得不好吗？弹得很好，但我觉得你的身体才是最美好的乐器。눈치채지못하게그냥나웃어요어제헤어진사람이맞긴맞냐고贱人，让我看看昨天晚上你又使了什么高级手段。小姐，我没有。顾总的秘书来了，让他进来。好，你赶紧下去，被人发现我饶不了。是。小姐，今晚是顾总的回国宴，国内所有顶级的少爷和小姐都会去，顾总还说了要你务必和他一起去。我会的。这是顾总送给你的礼物。北京星，这是那条在拍卖会上价值十个亿的项链。是的。这顾总不愧是首富太子爷，好阔绰呀。那我就先告辞。
说你在床上发了什么骚，竟然能让顾总送给你十个亿的项链。小姐，我没有。我跟顾景言认识五年了，他从来都没有送给过我礼物，你肯定是耍了什么花招。小姐，我怎么敢，我还是有自知之明的，要不是长得跟小姐相似，顾总看都不会看我，更别说送这么贵重的礼物了。行了，你又打他干什么，就不怕顾总问起？妈，我才是你女儿，你为什么要向着他说话？还不是因为你不争气，如果你能生孩子，哪有这么一大堆破事啊。妈，你可别被他骗了，他这个人不老实，绝对在暗中谋划着什么，赶他，不要让他再当我替身了。不行，还要等他生下孩子，如果没有孩子，就算你能顺利嫁给顾总，那又怎么样，还不是会被发现。妈，难道要等他把顾总勾引走了，你才相信我吗？在日，妈答应等他生下孩子的那天就是他的死期，我会让他难产而死。好像还差点什么。这个妆不错，今晚你就化这个妆跟我去参加宴会。小丑。景言，这项链怎么有点紧啊？明明是按你的尺寸买的。哪有，一点都不紧，刚刚好。她是谁啊？她是我的女佣，因为长得丑，大家都叫她小丑，是吗？小丑。是的，多亏小姐不嫌弃，给了我一份工作。景言，我还挺善良的，对吧？宴会马上开始了，进去吧。林宝拉，今晚的小丑其实是你呀、啊！这个你好，坐吧。顾总，终于回国了呀！恭喜恭喜！回国家订婚，双喜临门，你小子真有福了。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位是我的未婚妻。啊？大名鼎鼎的影后嘛，全国人民都知道。影后，你这真人可比照片好看多了。不愧是能让顾总花巨资买下北极光的女人啊。宝拉，我还有一个礼物要送你。还有？顾总，你这也太宠影后了吧、送了十亿的项链还不够，还有礼物，我想都不敢想。景言，你还要送我什么呀？就是那个。钢琴。就是那个。钢琴。这台钢琴我可见过。这不是前两天那个全国有名的钢琴大师表演时用的那台吗？我去，这可是顶级钢琴。有钱都不一定能买得来啊。厉害啊顾总，这都被你搞到了。影后。顾总对你也太好了吧，要是我能有顾总这样的未婚夫就好了。怎么样，喜欢了？当然喜欢了。弹一曲。是。对啊，影后露一手吧，我可是听说你从小就学琴，那技术堪比钢琴大师呢。就是。我也听说过，影后你就上去给大家弹两首助助兴吧，让大家都欣赏欣赏，毕竟看美女弹钢琴这种事情一年也没有几次嘛。别害羞，去吧。好。怎么回事啊？怎么还不弹？
该不会是不会弹吧？不可能吧？难道影后不会弹琴？你瞎说！我没瞎说，你看她那手势，一点都不像会弹琴的样子。就像段小姐不是吗？对外声称是大提琴家，结果呢，连大提琴和古琴都分不清，真是叫人啊！这影后不会也是这样吧？对不起各位，我家小姐不让我说，但我不得不说。对不起各位，小姐不让我说，但我不得不说，我家小姐手受伤了，暂时弹不了琴了。没错，我不想扫大家的兴，但是确实手不方便，改天一定弹给大家听。影后手受伤了，还坚持跟我们弹，顾总，你这未婚妻真不错呀。你手怎么了？没事儿，过两天就好了。那好吧，下次再弹。等一下，这位是我的女佣，要不让她弹琴给大家听吧。她长这么丑，谁愿意听她弹啊？是啊，而且她一个女佣，配得上用这么好的琴吗？小姐，我……大家放心，平时都是我教她弹钢琴的。她的水平虽然比不上大师，但是给大家助助兴还是可以的。既然大家想听，就让她弹弹吧。行，就让她弹吧。开始吧，小丑。这不是昨晚的曲子吗？你是谁？你是谁？顾总，我是小姐的女佣啊。谁教你的这首曲子？还能有谁？当然是我教的。顾总，对不起，献丑了。你先出去吧。是。我让你出丑，你竟敢出风头！不是的，小姐，是您吩咐我去弹钢琴，我才去弹的。我不敢违背您的意思。你当我傻吗？一个破送外卖的，怎么会弹钢琴？我小时候学过一段时间钢琴，当然是为了接戏学的。只是最后那个角色被你抢了。宝拉，他们都走了，你不舒服吗？宝拉，你怎么了？我没事，就是人有点多，不太适应。走吧。算你走运，我回家再收拾你。过来。昨天弹琴还好好的，今天手怎么就受伤了？我也不知道怎么。我难道是有了？你说什么？你有了？好像是吧。你喜欢这个孩子吗？当然。秦恩，怎么了？项链在他的脖子上是合适的，他不是宝拉。
哎呀，顾总啊，你今天怎么亲自把小女送回来了？宝拉怀孕，傅伯母，你们要多多照顾她。你有了？嗯。哎呀，这可真是太好了。景言，你先回公司忙吧，别担心我。那今晚见。秦欣欣，你挺有能耐啊，竟然能让顾总亲自送你回来。小姐，我装什么纯？昨晚弹琴的账还没给你算呢。妈，竟然为了这个贱人打我！你要打坏了欣欣肚子里的孩子，你还怎么嫁给顾总？林宝拉，以后再让我发现你对欣欣动手，我可对你不客气。你们是我的父母还是他的父母？为什么都向着他？小姐，起来吃午餐吧，别饿坏了身体。你还好意思进来？我看见你这张脸就已经饱了。你是什么狐狸精吗？连我爸爸妈妈都被你蛊惑了。小姐，老爷和夫人对我的态度只不过是因为我肚子里有孩子罢了，我自己有自知之明，我只不过是小姐的替身，生孩子的工具人。你真的是这么想的吗？是的，我只求我生完孩子之后，小姐能兑现承诺放我走。顾总给你买了这么多礼物，还对你这么温柔，你舍得走吗？顾总现在对我好，是因为不知道我是小姐的替身，我对顾总没有任何想法，待在顾总身边只会有暴露的风险，更何况小姐对我有恩，给了我600万酬劳，我现在只想拿着这600万离开这里。算你有点脑子，快拿过来吧。林宝拉，很快你就是我的替身了。哎，顾总，你怎么来了？宝拉，我对你放心不下，所以特地给你叫了医生，看看需要调理什么地方。什么？医生？林小姐，我会先给您抽血，做个全身检查，请您不要紧张。还要抽血啊？这样，顾谨言不就知道我没有怀孕了吗？谨言，要不还是算了，我每年都体检。身体没问题的。那怎么一样了？你现在怀孕了，我要保证万无一失。景言，我其实晕血，要不还是别抽了。没事，这样我护着你，看不见就不怕。顾总，等一下。顾总，等一下，我刚记起来，小姐早上吃过早饭了。不是空腹的话，是不能抽血的。抽血的话，确实是空腹比较好。宝拉，这么大的事，你怎么不早点告诉我？也是我自己疏忽。那既然这样的话，医生，要不我们下次吧。嗯。景言，谢谢你这么关心我。哪里的话，现在我孩子才是最重要的，好好休息。嗯、那我跟医生先走了。差点露馅了，秦欣欣，你反应挺快嘛！小姐，您对我有恩，这是我应该做的。顾景言以后应该还会找医生来检查，没完没了了。这样吧，以后你在家就不用戴口罩了，像在外面一样演我的替身。好。林宝拉，是你让我做你替身的，你可别后悔。小姐，请喝茶。叶欣欣，你好大的胆子，你敢冒充小姐？疯了！管家，你懂不懂替身的意思？
替身的意思就是见到我就应该像见到林宝拉一样，听清楚了吗？清楚了。再有下次，就给我滚出这里。宝拉，我告诉你，你可有福了。这位是林宝拉的经纪人赵姐。王导最近拍了一部新电影，到处在找女主角。你求爷爷告奶奶，好不容易把这上下关系给你打理好了，约定今晚就去面试。快走！哎呀，走啊！赵姐，这位王导是那位大导演吗？就是他，超级大导演墨镜王。赵姐。你知道吗？我最喜欢的导演就是他了。好好表现啊！今天你要是被他选上了，今年的影后一定还是你。王导，我给你介绍一下。不必了，大家都已经很熟悉了。好了，不介意的话可以开始试戏了。没问题的，导演。来，我先问你一个问题。你会讲粤语吗？会的。来，考考他。刚刚天老爹给我发枕头了，我会同你个女仔讲三个字，我爱。如果非要喺呢份爱情加一个期限嘅话，我系盲系一万年。嗯，我再问你一个问题，会武术吗？会的。去，考考他。三。二一 ，Action！ 宝拉，我怎么不知道你还会这种东西呢？没想到宝拉多才多艺啊，很适合当我的女主角。导演，不如今天就定下来了。像我们宝拉这种人美戏好又多才多艺的，档期不好约的啦。合同拿过来。哎呦，这太好了！你看看，你可得多跟导演学习啊。嗯，谢谢导演。并要求乙方承担违约金一个亿。要的就是这一条。小姐，赵姐给你呢。什么？你先下去吧。这合同怎么回事？他问过我了吗？不签合同，疯的。我看看。哎。这是跟大导演的合同，这是好事啊，你急什么？爸，这个戏我演不了，导演又要会粤语又要会功夫，我一个也不会。不会你去学不就好了？来不及，马上就开拍了，我什么都不会，这不是让我去出丑吗？也是，那干脆推了吧。哎，不行不行，这合同上写了，违约要赔付一个亿的违约金呢。多少？一个亿。一个亿？那咱们怎么赔得起啊？要不我找顾景言帮忙，我是他未婚妻，他肯定愿意帮我付违约金的。胡闹！你去找顾景言，你要怎么说呀？你告诉他，其实怀上他孩子的另有其人。你告诉他，其实你是一个什么都不会的废物。这也不行，那也不行，那你说我怎么办？如今只有一个办法。爸，你的意思是？没错，让欣欣替你去演。不要，他抢了我的顾总，现在还要抢我影后的位置，我绝对不允许。那你能怪谁啊？如果你足够厉害，没有任何人能抢走你的东西。如果你足够优秀，那这个就是你的机会。爸，你再帮我想想办法。你闭嘴，这件事情就这么定了。哎，
知道你没安好心，划烂你的脸，我要划烂你的脸。宝拉，我一开完会就听说你今天试戏试得很不错，恭喜你。谢谢。为了恭喜你，明天我来接你去剧组。好。你是故意的，你想让我在全国面前出丑？不是的，那你就是想让我赔一个亿的违约金，贱人！反抗！现在胆子越来越大了。我只是劝你想清楚，如果今天你把我的脸划伤了，明天顾总见了你怎么交代？导演见了你又怎么交代？如果小姐觉得自己也能应付，那就动手吧。你以为我不敢吗？导演，你放心，剧本我会回去仔细研究的。我当然放心了，我还是很看好你的。导演似乎很喜欢你。他是我最喜欢的导演，没想到真的有能跟他合作的一天。你以前不是说他是你最讨厌的导演吗？是吗？可能我变了吧。你确实变了不少。我怎么不知道你还会粤语和功夫？演员嘛，什么都要会一些。景言，谢谢你。究竟是谁？郭总，走吗？走。哎，等一下，这个粗心鬼。贱人，果然不老实。干什么？装什么？管家都告诉我，你那天故意穿我的衣服，装成我的样子，让小姐带你去试戏，就故意让我赔违约金。你现在才发现，我果然没有看错，你个贱人，早就想取代我了。啊！你敢打我？你，我告诉你，我接近你的目的就是为了取代你，为了今天。我已经整整等待了三年了。你究竟是谁？你真的不知道我是谁吗？金可心，我是金可心。不错，我就是金可心。不可能，你已经死了。你已经跳河死了的，林宝拉，托你的福，我的确想一了百了。我的确想一了百了。孩子，你有什么想不开的？你别管我了，我的人生已经被毁了。什么事都没了，你就让我死了吧。你还这么年轻，什么毁了死了的？你看我不也这样的艰难活着吗？不过我命不该绝，林宝拉，是天意如此，我们又见面，我要让你付出代价。你敢算计我，我要杀了你。你要干什么？
景言，我才是宝拉。啊，你们脸怎么是一样的？因为他是骗子，他冒充我。景言，我才是你的未婚妻。景言，是他冒充我的。景言，你不要忘了，你是我的替身。你竟然在景言面前颠倒黑白。我不是谁的替身，我是原身。倒是你，为什么要整容成跟我一样的脸？岂可惜你无耻！替身就是替身，你不要以为整容成跟我一样的脸就可以取代我。景言，你看看我，我就是宝拉，你认不出来了吗？你们怎么回事？妈，爸，这个贱人他反咬一口，说我是替身。你们快帮我告诉顾总，谁才是替身？爸妈，我肚子里怀了景言的孩子，我怎么可能会是替身呢？啊，好，顾总，没错，他才是宝拉。爸，你在说什么？那件事你为什么不告诉顾总？你闭嘴！你们不说，我说。顾总，他是我找的替身，因为我。你打我，这就是你冒充我们家宝拉的教训。来人，把这个疯子给我扔进精神病院。我不是替身，我才是真正的林宝拉。放开我，放开我。一切都是你罪有应得。那个剧本是你故意拉我车里，为了让我去救你吗？没错。那你说说，我现在应该叫你宝拉还是金可惜？对不起顾总，是我骗了你。你骗了我什么呢？林宝拉说的没错，我才是替身，我整容成他的样子就是为了靠近他，取代他，逼疯他。其实对我来说你不是替身。那我是什么？未婚妻。胡景言，你是不是早就知道我不是林宝拉了？你猜。我是顾总未婚妻，我是影后，就是这里了。宝拉，我不是替身，我不是替身，我是顾总未婚妻，我是影后。嘘，我不是宝拉，我是影后，我是顾总未婚妻。宝拉，你认不出我们了？我是妈妈呀。不，你是替身。孩子，我是爸爸呀。不，你也是替身，你们都是替身，都是替身。